小龙，有很多汉字我都不认识。别着急，我来帮助你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可以读这些字吗？可以。这个是白菜，这个是土豆。这个呢？这个是豆，不认识。这是豆腐，有一道菜叫麻婆豆腐。我找到了，这是麻婆豆腐。这不是麻婆豆腐，是红烧豆腐。啊，有麻婆豆腐，还有红烧豆腐？还有家常豆腐呢。都是豆腐？对，吃豆腐有福气。